刘忠诚，请你来教我家子弟。你的学生如有不用心读书，不遵教诲之事，你不必去报他父母，可以自行教训。殿下，臣见愿了。 斗一觞，处决日月长。卢尚书的学生来了，殿下。尚书是在这里看阵布子，还是先去看看你的学生吧。也是替他将心事丞量，风雨百般茶房。今夜醉过，痴人又长。 斜雨落，在远道回望，用一眼最温柔目光。殿下的书到，有名号了吗？默默暗藏着无题诗行，后世笔墨匆忙。我来就是想让老师给我命名的。 功成好好的，从别后无端水远山长，绿遍心霜。待回首，你却成何用？坐上年底望，旧山河收拾妥当，如冠换了戎装，空余我白头人后，就听殿后讲。 十年伤心堪称王，留一纸最灰色篇章。任由他随千秋浪跌宕，他年世数谋言，寻真心明是算共罪一场。离开之后。 别后无端水远山长，绿遍心霜。待回首，你却成何用？坐上年底望，旧山河收拾妥当，如冠换了戎装，空余我白头人后，就听殿后讲。那一瞬。 是深情定眼中地老天荒，风月观子你却后无需单刀在床。从别后甘愿用剑，山河寂寞收场，只与我白头人后就听殿后讲。 殿下的书道，就是做这个用的吗？殿下，随臣学习书道时，少年人葬在明月丛高。